醉，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相遇太美。就算流干泪，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成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伤过我，就是安慰。我今日孤独，烟雨一重重，山水一重重，你的叮咛，你的泪，是我心中眼睁蒙蒙，雨睁蒙蒙，第二次偶然相逢，眼又蒙蒙，雨又蒙蒙，从此后上月
各位观众，请你们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，让我们来欢迎今天晚上的女主角琼瑶阿姨。今天我看到了我所喜欢的每一个歌手，他们都唱过我的连续剧的歌，或者是我的电影主题曲，我觉得实在是太开心了。然后我坐在下面看呢，你们来看到的是听到的是我的歌，看到是我的影片的片段，但是这是我漫长的60年。我已经85岁了，我有的时候会想，我怎么会把我的一生好多的时间用来写作写作写作，编剧编剧编剧，然后拍戏拍戏拍戏。到了我这个年龄，我会想以前的当下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啊，值得吗？值得吗？今天晚上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么辛苦的60年，一切都因为你们，你们今天来，每一个人，我相信都是爱我的人。今天我能站在这里，跟大家欢聚一堂，我觉得我的一生值得了。我要大声跟你们说一句，我好爱好爱你们。痛哭，我千言万语化为一句，爱你们，真的爱你们。